乖妈妈快看，我们马上就要到璃月了，很快就能找到爸爸了。啊，你旅行者爸爸也真是的，突然就在璃月失踪了那么久，真让妈妈担心。梨花妈妈放心，旅行者爸爸那么厉害，一定没事的。啊，但愿如此吧。女儿真懂事。你好，认识我的夫君吗？请您看一下。请问，哎，璃月人那么多，我们母女该去哪里找旅行者夫君呢？妈妈，有线索啦！妈妈妈妈，我认识了一个好妹妹，她说能帮助我们找人。收获妈妈说要乐于助人，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吗？啊，小妹妹，请问你认识这个金发的大哥哥吗？我们找他有急事。我认识，就在我家呢，请两位随我来吧。申鹤，你就放我走吧，我在道奇真的有急事。不行的，旅行者，你必须要乖乖地陪伴在申鹤老婆和女儿身边哦，永远永远。只希望灵花不要找过来吧。旅行者，可让我找到你了。哼，我说旅行者怎么老想回道奇，原来是在那里有老婆孩子了。彼此彼此，我说旅行者怎么不回道奇看我呢，原来是在璃月有女人了。旅行者是我的，灵华是不会让给你的。你们这是……那就让我们来比试一场吧，谁赢谁带走旅行者。寒冰变神，正有此意，接招吧。神里流双灭。 Meanwhile， 姐姐，我带你去璃月的万明堂吃点东西吧，那里的菜可香了。好耶，正好妈妈们还得再打一会儿，我们先吃饭去。两个小宝贝想吃点啥就点啥吧，这顿我请。大家觉得你这个视频一键三连合不合适啊？合适的不得了。